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好好。好，我们今天呢要来干嘛？今天来看我做的套。上一部影片我们有了这套哦，这就是我换的。然后这就是那个维斯的，没有，就是长得都很可爱，我都想要。可是这个脖子，它的帐是歪歪的，帐是歪歪的，它可能设计太好。一样，一抽一百。超火的。佛系老板，好不好？好，你找。好，这就是看我这么多最少钱可以得到的套，跳动式是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有出好几副一张，就后面加码变成有一套，有一套。啊，影片链接会放在上面，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。好，我们不要不多说，开始吧。第一抽先开炮，好恐怖！我看我第一抽就是那个。你先说说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我最这牌吧，这牌我都没有玩，这是啊，我也喜欢。然后我觉得我第一次就会招维斯的报仇了，因为他刚刚说他很丑，这次好重哦。好，我帮你拿这个。你不是吗？刚刚不是抽过了吗？刚那个啊。哇，那是没有事。对啊。是没有事。色的。抽没有事啊。可是刚刚看到有一个观众也是抽紫色，跟我好不一样。是吧？他刚刚紫色的是。色很多。这个啦，他的是这个啦。哦。对不起啊，毛毛眼花。这比武师啊，超可爱的哦。所以你要比武师不是吗？好嘞，下班下班。没有啦，我要。没有。哦，今天是一套啦，不好意思啊。对，我喜欢一套，我喜欢什么都全套。哈哈。好了，下一个是什么呢？布罗利好了。比武师，维斯。是蓝色的哎、欸。维斯啊，我们不会了，是蓝色。哪一个？蓝色应该这个吧。欸、是维斯的。维斯应该是黄色的。那我就输了，好不好？科技一套，好好请吃饭。请你吃卤肉饭。哎、欸，我也吃卤肉饭。爆掉哎、欸，真的是。我怎么压爆？哎、欸，我正好压爆，对不起。你老板不知道。好菜哦、喔，这跟隔壁的好像不太一样，这个动作不太一样。动作不一样。就是这样，这个是。三鸟，我布罗利在上面。不一定啊，说不定会掉下来啊。红色，这个吧。这是谁？哎、欸，没有啊，他不是赵大河，那是维斯。维斯啊，是维斯，维斯的出来。然后等一下连三拉三维斯，然后我就赢了。就是要把我杀了。换他请我吃卤肉饭。不要这样，好难开哦。不要有人弄爆。还是我哎，维、欸、斯很大只哎、欸，不是，哎、欸，他的帐是歪，有拍到他的帐是歪，歪的，没关系啊，就当歪歪的吧。好了，好，一整张，好，上面两，哎、欸，剩这两张。对，不会吧？我要输了吗？对，可以平手啊。一样吗？黄色，悟空。悟空，好了，我剩一只了，我剩一只了。维斯的复仇不会，维斯不会来，维斯对我最好了。无敌维斯，可是我放布罗利在上面，那你不要报名。你今天带的钱够吗？够，不要这样。好紧张哦，我觉得我不能当欧洲人了。维斯的复仇，不会吧？我是悟空，没关系，你买悟空，悟空找你。悟空，悟空爱你啊！悟空不爱我。好了，第五颗了，没了，剩一颗。你再一抽就平手了。没有啊，我扭不到啊。不一定啊。我扭不到布罗利啊，布罗利在很上面。你可以帮他先摇一摇。老板不要不要。所以底下也有布罗利是你的。完了，是维斯。我输了。维斯的复仇没有啦，平手而已啊。哎，没有，哎，我赢了。他赢了，我扭不到布罗利啦。几颗可以扭到布罗利？几颗可以扭到布罗利？差不多再花500吧。维斯，站歪歪的维斯。还有多少？我还有多少？我还有多少？哎，我这花扭到布罗利。哎，有了。哎，布罗利。扭到了，好，我输你一颗。
哎，今天晚上有卤肉饭吃喽。对，就是玻璃，就是他说变身前玻璃。哎，我觉得变身后玻璃比较帅。不喜欢。好了，我第一颗。拜托，这个东西去地下街一扭也是150-200。对啊。100块。100，我都想把它清空，然后就变卖了。卖个150，如果卖个150还赚。还有扭空吗？好。没有啦，扭空哎。好，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可以帮我一个赞。有什么意见可以在我下面留言板下面留言，然后也可以帮我分享一下，记得帮我订阅哦，我是好，拜拜。